竹田六六功德慈善会，南河艳阳欢喜福利清。感谢成立已有二十几年，成员五十几位的六六功德慈善会，由来义乡南河村村长爬文联络，并借由云端传递部落道路坑洞状况，联系才不过三天的光景，就由唐副理事长顶着大太阳，率领一行六人来到部落，利用中秋假日尾巴，从春日乡那一端开始，免费铺设沥青路平补坑服务工作。哦，十几年了，十几年了，所以他们现在年纪都比较，我们六六已经十几年了，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五六十岁，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要求新的成员，这已经八十岁了，他本身，而且他本身也有低收入的身份，那他也出来做志工，所以我希望说。以后如果可以，包括在地的也可以出来当志工，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一个三十五年出的啦。哦，啊，那算算是几岁？一个73。73。嘿。哦，人生70才开始啦。无啦，阮介早就来了啊。随行成员里面有的七十几岁，有的独居低收八十岁，功德无量，善心充满人间。几十年哦，几十年哦，啊！你住对，住屏东竹田，大华竹田乡，竹田乡，你把写出来，从台湾家在做义工的啦，较早，啊，做捡回收啊，捡保乐品的啊，我不会讲，我改成家姐，家姐啊。改叫马哥，唔叫呀，固定鱼哦，鱼呀，啊改一百个一百鱼哦。哦，父子三个人，对，就爸爸还有他跟着妈妈，三个都一起出来做公益。哦，对，是弱势的，还有残障家庭，我们都可以一起出来。哦，人家帮我们，我们就可以去帮别人。好，大家一起出来当志工。啊，今天我们的村长来，陈村长，你非常棒呢，你比那厚哎，就厉害，能把我们那个凳铺，他今天能够坐在那，把路铺得好漂亮，比我们做的还漂亮。然后下次，下次还有其他的，我们还会再过来。为善不忍吃啊，为善不欲人知啊。对对，嘿，没有什么事啊，只是说出来做雨花洗而已。嘿，就这样子。哦。嘿，看到路平的时候。比较安全，就将心比心。个地方有坑洞的话，我们也会受伤啊。啊，别人就以同理心呐，啊，做得很欢喜，无所求了。真的很感动，也是部落要学习的地方。南河村长感性表示，希望大家也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学习并响应这最美好的风景。感谢我们唐副理事长。所带领的那个这个团队慈善会，我们是第一次的一个接触跟申请，没想到我们的慈善会很快就来我们南河来做沥青的一个补那个凹洞的一个工作。好，那非常高兴这个我们六六功德慈善会是用脸书去搜寻脸书搜寻，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大家应该要休息的时间出来做这种服务志工那仅代表我们南河村感谢我们的慈善会。我今天也有做一个感谢状，感谢我们这个慈善会因为都没有收入啦。就是做功德，就是他一些的那个像加油啦，一些我们的工作都需要大家来帮忙来捐助，一些我们的那个经费啦，才可以去运作我们整个服务的工作。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帮忙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让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更多的温暖，
更多的一个关怀。我们就是难得合在一起嘛，难得合在一起，好、哦，我们都是一家人，嗯，哦，特别感谢，再次感谢，哦，马沙路比纳德曼。不少路人路过，看到南河村陈文山村长亲自挽起袖子，投入铺马路坑洞行列，也纷纷在社群表达声援认同。除了感受到村长服务满分，更感恩功德会在烈日下无私的付出，而功德会每位成员也都乐在其中。谢谢热心公益的善心人士，福报满溢。就在同一时间，前任相待空军备役上校指挥官庄景兴也正在从来义乡到嘉兴村的路上，陪着万丹小善团做爱心铺路。因为下雨过后出现好多的坑洞，真的感恩有你们真好，上帝祝福你们。屏东来意报道。